来，棋子到台前来。来，这边棋子，这边是姚云达。那么接下来打算演绎什么呀？首先是王菲，然后那个接下来是梅艳芳，然后再接下来是邓丽君，都是让人怀念而又模仿他们痴迷的。是要串烧吗？对。好，闫云达，你准备什么节目？我打算给大伙儿简单的学几个小小人物，然后呢，再唱一段传统评戏。传统评戏是吧？对，好极了，今天两位算是碰到一起了，来，我们期待一下，看一看。